你终于来了，站长！辛苦了啊！站长，终于有时间了。好好好。站长，这个特殊情况你不能不考虑啊！哎呀，你不要再说了，这已经是9月份了，这是高原啊！但凡再来上一场雪的话。 那这所有骆驼全都被封掉了。我知道。这是最远的一处观测站，今天必须撤离。你又是这个北京来哈的，万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谁负责呢？我就要一周时间。我看了近10年的气象记录，如果要是按正常年份的话，我们应该还有一周甚至更长时间的晴天呢。这万一要是大雪提前了，那麻烦就大了。哦，不敢侥幸。 站长，你就让我留一周吧。我们作为样本观测的那家骆驼迟迟不肯走，你也知道这已经违反了迁徙规律，肯定有什么特殊原因。这对于我们研究野骆驼的迁徙和繁殖时间节点很重要。求你了，站长。哎呀，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，不行。哎，都过来，都过来，来，都过来。你们。 谁愿意留下来陪一冬几天？哎呀，我都半年没见我儿子了，我想回去。哎呀，回家了，别上回去了。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建野骆驼观测站？我相信大家心里都很清楚，野骆驼现在面临的生存境况很危险，种群比大熊猫还少，属于高度濒危动物。我还是希望有人能留下来，和我一起完成观察，一起探讨研究报告。 求你们了！哎呀，一东，这儿的严酷谁都比你了解呢，你再不要逼大家了啊！站长，我留下吧。好，赶紧装车。老总，你要是愿意留下来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这样，家里面的事情我会照顾，你配合一东把这个工作做完。 哎，小六啊，把那电台和半袋子面粉放下来，给他们留下呀。好，好，好，一周以后我派车来接你们。放心啊。好，谢谢站长。哎呀，你这个丫头。董老师。 谢谢你肯留下。
好了，谢谢啊。董老师，您不吃吗？董老师，还是谢谢你能留下来。刘海兰，我还能多拿几天意外补助吗？变形了，叶丽，拿着把门钉上。带吃的了吗？带是我，站长，请讲。我们刚接到这个气象台的通知啊，一股强冷空气全向我区方向快速移动，估计也就这一两天内会有一场罕见的暴风雪呢。车呢，我已经派上去接你们了，估计明天一早就能到，你们做好准备，立刻下山。
所有的圣灵都已经进入深山古洞了，这几只骆驼好像是因为那个小骆驼，所以留在这儿。他们是在等小骆驼站起来，小骆驼腿可能受伤了。俺说让潜水水动物迁徙而去，可是他们也没走。狼群是盯着受伤的小骆驼吧？很难说，也许有别的原因。小骆驼估计是在怪石沟受的伤，怪石沟尽是石头疙瘩，小骆驼的腿比较脆弱，很容易扭伤。要是骨折了那就麻烦了。一般骨折的可能性小，扭伤和脱臼的可能性比较大。以前我们也遇到。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帮小骆驼治疗一下？不可能，野骆驼警惕性高，很难接近。一般说来啊，狼群都对付不了野骆驼。咱们能做的就是把这牧草撒在附近，尽量让它们存活，剩下的就靠小骆驼自己了。这雪槃里真方便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呢。我还是四年前了，六月天下了一场大雪，观察站啊掉进牧草救助动物，我们就坐了这个雪槃里。哦，从我以后啊，观察站就常备着牧草。可是这不都长着草的吗？我都是红柳和沙棘草，骆驼不吃。再不要愣神了，赶紧收拾东西，明儿个车一到咱就走。是不是再坚持一两天？暴风雪要是来了，万一被困住，就不要说这点粮食，就这房顶蛇修也没来得及，根本就经不住大雪。被困在这过雨洞不正合你意吗？可以多拿些补品。风雪提前到了，闺女，不怕啊。半夜了，睡吧，把这大衣拿去盖上。哦。好像有人。嗯，哪有人？你做梦了吧？牧二河高原是无人区，除了狼，啥都没有的。炉子快灭了吧？我去加点煤。
哪里？有人呢！有人！有人呢！开门呀！开门！保安吧！开门！开救你啊！开门！吃，锅里还有。哎，我来，你身子不方便。你叫啥名字呀？我叫吃雪花。雪花？嗯。多好听的名字。这是我男人，这是他本家兄弟。就是的，我叫韩福山，他叫韩福宝，我们是叔伯兄弟。大冬天的，你们到这儿干嘛来了？出来挣钱来了嘛，这还顾不上了。挣钱，嗯，这里是高原，生存都困难，你这还怀着孩子呢。啊，不说了，稀里糊涂的，先把命都丢掉。谢谢你们啊，把我们救下了。谢谢。谢啥呀？谁出门在外还没个灾没个难的？喂，你坐着，我来。哦。几个月了呀？八个月了。八个月了。嗯。生娃娃嘛，腿一撇就生下了。是哥，大哥，啊，你们在这干啥呢？哦，这里啊，是保护野骆驼的观察站。嗯。哦，野骆驼还要保护呢哦。哎，老哥，那你们一冬天都在这待着呢吗？啊，等天亮了，有车接我们下去。有车呢。哎，那大哥，你看我们能不能？哎呀，放心，不会把你们撂下，咱们挤一挤啊，一块下去。啊，行行行行，我们遇到好人了啊，夫人夫人啊。都已经十点半了，车怎么还不来呀？没，我怎么干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。观测站，观测站，收到没有？请回话，请回话。我是观测站老董，请讲。老董嘛，出事了。昨天晚上风雪太大，牵你们那个车刚进山口就翻车了。啊？司机咋样？活着呢，伤不重。但现在这个问题是。你们咋办呢？车根本进不去呀、啊！你们一定要坚持住啊！风雪停了以后，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接你们下山。如果万一……哎呀，你们也要有这个过冬的思想准备呢。你以前不是也被大雪封住过吗？不是说雪停了就来救我们吗？咋救？我从来就没听说过冬天能有办法来到这里。以前就出现过下不去山被困在这儿过冬的事情。当初我……可是雪花姐还怀着孩子呢。要是都留下，肯定会因为粮食不够，出现更麻烦的问题。再说，他们离开也未必活不了。
就这情况，我是被逼的没办法了。洞穴小一点，你们就走吧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从这儿往东有个十几公里，住我老河床土崖子上，有以前淘金客挖的洞呢。如果运气好，说不定还能找点吃的。雪花姐，来。雪花姐，这个给你，路上带着。自己拿着就行了。大哥，求你了，留下我们吧，让我们干啥都行的。快起来，快起来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心情好，让我们留下吧。我们一块儿想办法，一定能过去呢。求你了，大哥，求你了。哎呀，这是干啥呢嘛？这不是没办法了吗？大哥，就这么点粮食。大哥，求你了。大哥，大哥，你行行好吧。大哥，大哥，你们要能想出来活下来的办法，你们就留下；要是想不出来，都别怪我了。大哥，你让我们留下吧。求你了。绝人之路，一会儿我再去找老董商量一下。咱有五个人呢，总有过得去的办法啊。哥，咋办呢？哥，你倒是说话呀！没有办法了，只有一条路了。你啥意思？坐坐坐，哥。喝点热茶，暖一下身子。这是干啥嘛？我跟你说，你们出门以后就往东走，要是运气好，也许咱们一起能想出别的办法，说不定还能打着业务。老哥，对不住了，你现在才说这个是不是晚了一点？我知道呢，这冬天就根本没有货物，我看了这些粮食才是根本啊。董长长，你们要干嘛？你干啥呢？没你的事，去找一根绳子来。董长长，不干活了。
他们可是救下我们命的。假装，我你死！妹子，别动！你干啥？妹子，对不住了啊！你不要怪我，我也不怪你们啊！非逼我们走呢，要怪，就怪商场把我们逼到这个地步了。去，找绳子去。哦。哎呀，嫂子，你听哥的啥？快去！啊。 方强强，这个样子不行，我们不能这么样对人家。就你话多得很，不能一错再错呀。金矿上的人都下山了，你非得说下大雪的时候你走进金美的，结果把路迷掉了。好不容易人家把我们救下来，你可把人家赶走呢。 你不是说的，我们一家人回去好好过日子，比啥都强吗？啊！再想哈办法吧。我也不想这么家呀，可你说咋办呢？这个地方冬天人就活不下呀。我们每个人少吃上些，把个冬天还过不起了。2个人的口粮，咱们5个人呢。 算上你肚子6个人了。上天还得有遭报应的呀。哥，嫂子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跟我哥说个话。事情我们已经做好了，咱不能像女人一样，心肠要硬啊。 这个时候往后退，哪个老汉能把我们绕过呢？嘿，再不敢喝了，咱又喝哈了啊！喝多了之后出来事情咋办？没事儿，就咱们现在就喝不多啊。 能不能活着走出去都不知道呢。万一我要是死了，我连个女人都没沾呢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可不敢胡整。哥，你咋把大声咋？哥，我求你了，你心疼一下你兄弟，临死前让兄弟沾一回女人撒。你个脑子一天都想的些啥臭东西？跟你说少喝些，少喝些，啊，好些尿尿。 你连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都想出来了啊！以后再不逮你出来了，你说。哥，你说的对，把他们二行出去冻死在外面，这就不是伤天害理的吗？主意可都是你出下的。
将来万一有事儿，兄弟个人承担，和你没关系。我一直都听你的，哥，今天你听兄弟一次行不行？那个丫头子，只要不愿意，我不强求。只要你不管，雪花姐，雪花姐，找你干啥呢？啊，我拿个擦缸子，给他倒些水。我来。蹦了这么长时间，身体拘得很，你站起来活动一下。没关系。不行，你让里屋休息一下子。我就在这儿，没什么。丫头，你不要害怕。你喝多了，离我远点行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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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只要你不生气就行。不是丫头。我的意思，我们那里面玄黄说会话。兄弟，你不要纠缠人家。房子等哈，马上吃饭了。嫂子，就你话多，你不管。你可不敢胡争啊！嫂子，今天的事情谁都不能管。你要干啥呢？我要干啥？你管不着，让开。你不要干啥事。不然你就没有以后了。我们还有以后吗？啊，我们还有以后吗？我是个受苦的人，我想干一件自己想干的事情，人家丫头子都没说话，你管啥呢？让开！都是。姐。放下，枪不敢对着扔。我让你让开。啊！咋烧掉了呀？你要干嘛？你不害怕，我走。你干嘛？哎呦！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放心，我把你吃不掉。坐，进去。干啥事儿？你不要生气，我就要把你搂一下，我又……你冷静一点。打，狠狠打。哥是个苦命人，不怕打。反正我们马上就要死了，能快活一阵子就快活一阵子吧。你别过来！你可怜你别过来！可怜你别过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姐夫！你再不喊，我不伤害你。我就是要心疼你。
大哥，不管他的死，干坏死人的大运作里头了，都不是好人，就不该救你们这伙人。大哥，你不要生气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们不是坏人。大哥，我劝他了，他不听嘛，每次喝多都掌握不住啊。那个磨刀石咬子，伤臭不封人东西。不行，你们都给我，就不能留你们。大师，你冷静一点。王呀。 他们是杜家的毒蛇，咱真不该留他们。杜大哥，走，再不走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杜老师，你就不能听我说句话吗？妹子，不说了，我们走。我们走。行，我们收拾行李。你们走。哎，福宝，把枪放下。你们滚。 你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我把你怎么个了？我就想稀罕你一下，你把我打死了！啊！你把枪放下，你们走，滚出去！哎，大师，大师，你狗日的还真开枪呢！哥，他们不是人，是牲口！让他们滚出去！再把手把枪给我！ 你给我，再把手，你给我，松开，松开，走，你们先走，先住手，躲一下，他就行了就好了。松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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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松开
你放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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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放下
你不敢停啊，停还是冻僵了，起不来了。咱得想办法躲下去。你把路都走绝了。哥，我就是个畜生。我不该喝那些牛牛子，你打我咋？可能啊，还有一个挽回的机会。啥机会？把他们找回来。我们干他们作业是他们逼下的，这个事情没有谁对错，但是你干啥的事情，我们就不仁不义了呀。就是的，董大哥说的对的呢，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，再打上些业务。这个冬天就过去了。可是，
可是俺们已经出去了呀，得把他们找回来呀。咱们加个天气，咱们找那啥，谁去呢？只有你去找他们，给他们道歉，这个梁子才能接过去呢。当家的，风雪天容易迷路呢，这个天气，要不了，你和他是打理去。不行，这疙瘩必须他自己接。当初出来的时候说好的嘛，一切都听我这个当哥的。咱们的和尚先尿尿，见到个女人就大头管不住小头了。这个事情没有人能代替你。好，我起。一带啊，曾经是罗罗队走的固上道，救命岩一直是路标。后来固上道废弃了，救命岩的意思一直延续着。这地方啊，偶尔会有采药的。陶金科、牛波这一带，不是从啥时候起啊，就有了这个规矩，无论是谁。身上有些救命的草药和多余的食物，都要放在这块岩石下面。万一谁遇上危机，都会找到这里救命。所以啊，就叫救命岩。这是我入冬前放在这儿的炒面，咱们拿上，起码能坚持好几天。草原，走了，就到东屋了。喝些热水。哎，哥，咱们家个天气，人肯定是找不到。我还看见狼了，先吃些东西吧。嫂子，病在一股火儿，就不嫌弃了，快吃吧。哎，咋了哥？出啥事了？你看一下吧，粮食烧掉了，收拾出来就那么些了。站长，早晨派出去的车被困在了北塔大坂，只有风雪停了才能通行。行了，别叫了。两次通话时间都没有回应，肯定是出问题了。这老董一向都很守时的。站长，啊，局长电话。啊。喂，王局，我是老赵。
我和观测站现在还没联系上。 这个洞是干什么的？好像有人待过。你看这些东西，都是荆轲的留下的。哦。瓦尔河，金氏淘金已经耗尽年了，这伙松都是偷着来的。哈斯郎也看上这地方了。 狼和人住，人在瓦尔河是过不了冬的。等到人把气力耗尽了，他们就会发起致命的攻击。瓦尔河的主人其实是狼。哎，对，一天就这些，咱得送着他。能扛多久？ 扛一天算一天吧。我们还能活着回去吗？保下来，睡一会儿吧。那你呢？我没事，有草就行。哎，娃呀，要有信心。咱们困到这儿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为咱着急呢。 草和饲料，估计是留着来年用，没想到把咱给救了。来。
事。嗯。你说他们在干什么？现在怎么样了？他们，那咱就管不了了。东郭先生的故事，不是只说给小娃们听的。这一次，咱俩都有体会了吧？嗯。其实，我就是担心，雪花姐还怀着孩子呢。那你的意思，是我缺少同情心，自私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没错，我是自私。一天6.5块的野外补助，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我老婆子出车祸缠在床上已经5年了，岳父老两口也要靠我养着。这些钱是俺全家生存的基础，所以我得好好活着。对不起，董老师，可能是我没……是我对不起你。这些话呀，我就不该跟你说。要不是领导同意我多干2年，我早都退休在家了。小多了，也不知道那小家伙怎么样了。你说那个小骆驼？嗯。啊，这地方离那儿不算远。真的？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前天我看见草料，我就想起那一家野骆驼了。那我们？好。站长说，这个观测站就是在您的建议下设立的。哦，就是这。我来之前起草了报告，希望在北塔山和外蒙之间再设2个监测点。如果能实现呀，就可以基本上掌握野骆驼的生存链，对保护这个濒危物种啊，作用很大。董老师，啊，如果今年我的研究课题完不成，希望明年您还能帮我。那必须的。各按天命吧，谁哪做，就是谁的命。那要是嫂子抓横了？行了，你嫂子怀里孕了，那还算我的。拿吧。你说过没有？也写的是个咒，是不是？说话这么些把戏干啥的？把我当勺子了？你是我哥，你让我走，就是让我死。你和嫂子把命活了。我没话说，可你把自己兄弟当勺子哄，我想不通。哥，我从小就是个多余的人。哥，想让我死很简单。你俩都干啥呢？啊？兄弟，来，往这出。来。把你哥杀掉，你就活下了吗？你放开！你以为我能留下来吗？你看就那么点粮食，我留下来他们咋不活呢？男人出门在外忙，
为的就是女人和娃娃嘛。我们出去了，还有活的可能呢。娘咋出去冻死了吧？哥，你好意思叫我哥呢？你从小就没大吗？娘，谁把你拉扯大的？你出来闯荡，谁护着你疼你着呢？啊？ 就连你干这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！为了你，我把良心都没哈了。哥，是我不够。 哥，你疯的对，我就是个主子。哥，你不是想让我死吗？我现在就死。再不说，娃娃，哥，你放开，你再不说，刀子放哪？哎呀！不不，不是，不是我，子金。 怎么办啊？你藏在这儿保重。叶老头很敏感，这是瞎缝，他们发现不了你，不到伤缝，去把驼牵硬开。你是学兽医的，应该会结果。如果真的是骨折了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啊。先去看看啥情况，弄明白了咱再想办法啊。 骆驼宁愿放弃迁徙和生存，即便是一起冻死，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同伴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咱总不能不如骆驼吧？已经三天没有联络了，重战的人不知道多着急呢。你是真掏心的呢。哥，求我，你不想死，兄弟，哥在呢。哦。 用那个东西包一下吧，兄弟。
可不干，肚子爆出来，血就涌出来了。疼！快再找个东西。妹子，杜大哥，你们快回来吧！怎么了这是？快看，我兄弟他受伤了。妹子，杜大哥，你们都是有本事的人，你们救下我兄弟吧。这有什么？你们去看看咱们的。刀口不深，不在要害处。董老师，你再翻翻看有没有止血药。你坚持住啊！坚持干，兄弟。哎，你到哪儿去？我去救命啊，照着。哎，一个人去太危险了。没事，我熟悉。拿路回来，快！来，我回来了。妹子，辛苦了。没关系。现在只能先这样处理一下，等董老师把药拿回来，还得重新处理伤口。哦，伤口不算深，实在是条件有限。如果拖的时间长的话，不好说。哦，你好心说，谢谢。是我害了他呀，都怨我出的馊主意。求求你了，你把我兄弟救活，我们两口子给你当牛做马。别这样，快起来！别这样！求求你了，我们已经找到吃的了，足够我们五个人吃到开春儿。啊，快起来！出血，这天都快黑了，董大哥，月夜不知道找到了没有啊？不行，我得去找找他。丫头，你不要管我了，你让我去死吧，我对不起你。你不要多想，妹子，你一个人去不行吧？没事。你，丫头，我和你打个车。
枪。及时，血是止住了。都怨我，都怨我呀！是我害了董大哥呀！保护站，我是沃尔河观测站，听到请回答。保护站，保护站，保护站，能不能听到请回答？丫头，外面风这么大，天线是不是刮倒了？我去看一下。线绑好了，外面风雪太大了，这个东西是不是不管用了呀？电池快没电了，明早十点再开机联系。啊，哎呦！待不成了，方丁，快被雪压塌了。那咋办呢？不行，我们就先去山洞，那里应该比这儿安全。行了，我们听你的。快收拾东西。好。哎，好好，快快快！哎，把吃的带上啊。拿着呢。Thank you.
子，啊，休息哈，喘口气。这天不能休息啊。这可不敢停啊，慢慢走。我知道的。就能喝玉米粥了。哎，好，哎，我来吧，雪花姐。没事儿，妹子，我是庄稼人，身子结实的。咋了，妹子？我总觉得董老师随时会回来。董大哥是个好人啊，好人肯定会平安的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董老师现在应该在家照顾他卧床的妻子，一大家子就只靠他一个人。他那么艰辛了。还处处为别人着想。好了，妹子，再不哭了啊！不说了。我大说过，日家都是好好的活的，就是拿金子都换不好福分呀。可我们到现在这个地步了，你知道为啥？贪心呀！背井离乡的，出来到这个鬼地方讨金子来了。别人都下山了，他就相信九月的大雪不落金，雪坡上能把金脉找见的。我说，那都是半仙湖走下的。他还说，女人家知道啥呢？高手在民间呢。现在可好，人不人鬼不鬼的，我们都能不能活得出去，谁也说不好。雪花姐，风雪再大都会过去的，你一定要有信心。多少日子呢？累着了，可能会早产，还是做些准备吧。你去烧些开水，然后再找些布，用开水煮一下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些时间，胎位好像有点不正。啊？咋回事？你快想下办法啥？我看你懂医那啥。我是学兽医的。差不多吧。一样的，牲口也是五脏六腑的嘛。你少说两句话好吗？哦，行了。子正子。还是会阵痛，间歇会越来越短。哦，
实话，都是我害了你啊！你说你打了个赌子，我还非要把你带到这里，你是啥人？少子，你不说那些没用的话，你不是说了吗？我退一步。 天亮了，风雪也小了，我想回观测站一趟。只有尽快联系上总站，才是现在唯一的希望。那，我陪你一起去吧。不，你得留下来照顾雪花姐。妹子，我行了，让她和你去，我能挺住呢。对呀，一起打起，相互一个照应嘛。还有我呢，我现在身子不发软了，可以照顾嫂子。 我还是自己去吧。哎呀，行了，不废话了，快去快回，不耽误的。哦，快坐。兄弟，你快去休息好不，没事。 快不行了，气血攻下，房顶快撤出不了了，咱们走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快走快走！班长，班长，师傅，我是观测站。你听懂吗，老董呢？董老师，你们听过怎么样？请回话，求到请回话。董老师不见了。什么？再重复一遍，再重复一遍。董老师为了救人去找药。 然后就，杨拓，房子承受不了了。站长，现在这里情况紧急，有个孕妇难产，还有人受伤，现在房子也快塌了。杨拓，坐，快坐，坐，快坐。电台，电台，我得拿出来。哎呀，我拿去。 上级部门已申请驻军营救，只要风雪小一点，就会立即派直升飞机去营救你们。一中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！一定要坚持住！ 雪花姐，儿子长得真结实。我的妈！ 咋的？你有儿子了？不哭，雪花姐，我伤身体了啊！我不哭。
也不哭。妹子，你有文化，给娃是个名字吧？还是叫金娃吧。叫金娃，就是因为金子，我们才不一样。这名字是希望他能有一颗像金子一样的心。那就叫金娃，金娃，我是金娃。